家里开海鲜店的女儿生日会收到什么礼物？能发今天什么日子吗？爸爸送的鱼是最好吃，谢谢鱿鱼。听我说，谢谢你。很想不用你偷吃，天天用你吃哥哥，祝你小小吃。因为有你，姑姑送你一个椰子螺，祝你越来越美。暖了四季。爸爸送你一尊大螺，吉祥如意。谢谢你。我送你一份小海鲜，祝你新婚快乐，新婚快乐，红眼乐了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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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。太幸福了，家人们，这些怎么吃好吗？姐，你好好休息，今天我来下厨。先来给姐姐做一个生日蛋糕，必须给她做一个最独特的冰冰版专属海鲜蛋糕，还得是我懂她。再把我这独特的蛋糕分享给大家，喝个饭前小伙吃，我要开始享受这顿有爱的饭了。蛋糕，哎呀妈呀，这蛋糕真好吃，这是我收到最喜欢的蛋糕了。今天被宠成小公主真幸福，希望能天天过生日。我来给你送礼了。以为就此结束了，没想到大惊喜还在后头呢。这么神秘。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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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看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，听美